OK， 那 Morning Call 时间，好，今天呢继续玩这个搜查乡村医院啊，还是病栋啊，忘了。嗯，好啦，那么这游戏就各种奇妙展开啊。我们上一集呢也讲了很多，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游戏开始就要继续把它解，就要把它完成。对，那。偶尔还是有出一表现，我想，我在讲什么？好了，那么游戏就这样开始吧。好，那么我们上一集呢，我们主角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，不知道是在南极还是北极附近的村庄里面，然后遇到了老爸。And 晚上的时候呢，睡了一觉起来，然后梦中他想起了爸爸以前很照顾他的事情，对，很温馨。那。醒来之后睡到半夜，醒来发现爸爸不见了，然后找爸爸的途中呢，发现这医院到处是怪物，然后有一个很好心的骨头先生告诉他说，你现在非常危险，你要赶快逃走。然后但是女主角那明明有一条路呢，就明明只要好好待在房间里面待到早上，什么事都会结束了，但女主角呢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就决定要查出一些事实，因为赌上爷爷的名誉这样子，好像想要像柯南一样这样，所以他要踏上这条不归路。好，故事交代完毕了，有点长，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已经骨头先生跟我们讲说我们可以去一楼，但是我刚看一下有五楼，我还想不要去五楼看一下，我们去五楼看一下好了，作死也没关系了。大门钥匙说好就是在一楼才对，我不能去吗？我想去看。好吧，我们就照着那个这条既定道路走下去了。发现现在衣服穿起来有点紧，果然是变胖了吗？好吧，一楼，叮咚，好，我们再喝一口饮料。一样喝沙士哦，沙士真的太棒了，可以提神醒脑。好啦，一楼哪里有搜查队？安，没有人。搜查队在哪里啊？仪式轮班表哦，隔壁有老鼠，这么多老鼠。安，人体模型，可以从他身上再挖出一颗什么眼睛之类吗？电话，还是再试试看吧。卡，电话接通的声音。喂，接通了。喂，有人听见吗？咦，就刚打电话的声音。人体模型动起来了。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。喂，模型接起了电话。我肚子好痛，我床上掉出来，帮我拿副肠子来吗？就这样子吗？原来刚就这样来的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需要肠子的人体模型，去哪找那玩意儿呢？有个玻璃瓶要拿走吗？拿热，玻璃瓶。这呢？自己满满都是会咬人老鼠，赶快离开才行。那就离开吧。身高表，一般常见的电视打开看一下什么节目啊？今天难得去吃外食哦，然后看到那个，看到写那个一个新闻还蛮好笑的，对，应该说很多新闻都很好笑了。冰冻门是关着的，不叫我到一楼来吗 ？And。急诊室，哦，看到强盗，死掉奇美了，奇美了，真是好吃，不管吃几次都是一样美味啊！这么好吃肉在外面可都吃不到，要让我在待住一辈子都愿意啊！啊，你好，我是搜查队的队长。你好，请问你们是在？我们在吃晚餐，
到白天又吃不到这种美味的肉了，所以趁先趁所以趁这夜把猎捕到的怪物给吃了。请问你们在这病院多久了？还有能告诉我们你们知道的事吗？我们在这里待了十余年了吧，每天过着猎捕怪物的生活，但在这间病洞的秘密始终没办法解决。那把解决了以后，你们这种肉可以吃了，对吧？好吧，那么我们就……等等，你们不想留下来吃一顿吗？很美味的，想必你们也饿了吧？准备留下来睡一下，明早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这个……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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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！看吧，你们都没吃吧？留下来吃一顿再睡一觉，不然这么饿，很容易被怪物袭击的。好吧，快点，我们就留一晚吧，这也是没办法的。既然父亲都这么说了，你就吃了吗？那一夜，我和父亲吃这人造生物的肉，那是再怎么想抹灭，也抹灭不掉记忆和爽朗的口感，新鲜滑润畅快的滋味儿。不要开玩笑的，味道。如何？休息之后是不是好多了？再过几个小时，夜晚就要结束，要不要留下来继续搜查呢？继续搜查，其他人呢？其他人去猎捕怪物了。你们要和我们一起搜查，还是有自己的打算？如果小姐这样继续搜查的话，我也可以奉陪。自己另有打算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另有打算，是不和你们一起行动了。是吗？那你们要自己小心一点。嗯，谢谢你。啊，存档吧。手术刀拿着，医药箱，纸杯饮料。啊，我们就人工器官，有肠子，拿了。人工器官，所以是用什么细胶之类做的吗？你在这边搞了十几年了，所以大家都很习惯这种事情，是不是？安安你好，给你，有这个肚子不会疼了吧？哎呀，好冰哦！谢谢你，这个的太冰了。能帮我找找我的肠子吗？好像是在厕所里用掉的。厕所吗？好，我一般找到的。厕所。所以肠子不行了。欸，那个冰的不行了。加热不就好了？奇怪，啊，你不是冰冰的没？厕所用掉了。欸，厕所用掉，为什么厕所用掉？他拉屎拉到肠子都出来吗？何等的脱肛啊！啊，是不是楼上那个？可能是楼上那个吧，那个开着的马桶。三楼吗？好像是三楼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二楼。叮咚。这个吧。鲜红水中好像漂浮了什么长条状物体，貌似是肠子，要拿吗？是。穿上橡胶手套后，将手伸了进去，得到了肠子，将血红的手套丢掉了。那你要怎么拿肠子？你有袋子之类的吗？还放爸爸口袋里面去？你这个小坏坏。嗯，不过虽然剧情上很多有的没有的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游戏解谜什么的真的是不找麻烦的，还蛮亲切的，觉得这个还不错，可以比较轻松享受游戏过程这样。给你队伍使用，有这个肚子都不会疼了吧？将肠子塞进人体模型的腹中。我肚子终于不会疼了，会报答这个给你。大门钥匙卡，什么？太好，将这人出去，谢谢肠子先生。哦吼，这样，都这么说了。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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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呢？这里没东西。我音乐可弄太小声，我要弄大声一点好了，不然这样好像，不然这样人家要听声音什么，可能听不到。稍微啰嗦大半天了，对，还是没有人听到声音的话，就不好意思了。好，继续哦。骨头先生，骨头先生不说话了，为什么？骨头先生怎么不说话呢？对你使用手术刀，将假人脸的左眼用手术刀割下来吗？是，割。啊！对不起，将上面写着手术刀丢掉了。有用猜的，都猜到了。这顺畅的，仿佛我在看攻略一样。我看攻略有时候不能打那么顺畅，游戏真的很亲切哦。我觉得这个要怎么讲呢？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优点。解谜简单，这是很大的优点。按那个按，不对，不这里。那是哪里？二楼吗？哦，好像是二楼的样子。你还在？直接给了意思哦，给将眼球递给人体模型装。哦，这是太好了，我能看得见了，这个给你巧克力啊？什么？只是为存，只是这个意义吗？好吧，这居然只是巧克力，早知道就不那么麻烦了。这什么东西？哦，你还在吃啊？好会吃，吃，好吃。搜查队嘞，医院这么屁眼大而已，你们搜查队去哪里了啊？不就这边就有吗？那三只还在吃啊，上面还有一只啊。三楼二楼都是怪物，你不上来？这是搞什么鬼？这是什么？哦，你在这边啊，安，骷髅先生。哎呀，看来小姐是想在这里调查清楚呢。但是现在这五楼过不去，对吧？要不要和我做个交易呢？交易。其实我也是蛮喜欢吃巧克力的。如果小姐能将所有巧克力给我的话，所有吗？这样就……小姐愿意的话，我就将钥匙卡给您。给。好吧，那么巧克力都给你吧。高级病房钥匙卡，这是所有的巧克力。存档啊，存在第二档位。OK。等等，做错了，我好像用巧克力存在第一个档，是不是？那个之前那个，好吧，要玩另一条路线，可能要重玩，重玩线很快了，算了，搞屁，在搞什么？过去了。电脑是开着的。我把它关起来了。搞什么？要打开吗？开。
哦，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？该上吗？该。哦，两个房间要一样是不是？好像是啊。啊，好吧。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嗯。这个谜题好像《魔女之家》开创这个谜题之后，大家都很喜欢用这一招。45 so ga 45，所以现在是我很重吗？还是我很轻？还是不是我重量？没有反应耶。45，他说那个就是密码之类的，可是密码之类的吧。这里有门。啊，他们后面只是一扇墙而已。So ga。咦，这里也有楼梯，上面显示了四楼，按下四楼的按钮。没反应，看来要有机关打开才行。哦，这样吗？原来没有电梯哦，我还以为是死胡同。45，果子拔下来，两边一样了，是吧？是不是这样？上去了，上树了。45，你还能调整什么东西？冷气吗？好，出去了。再喝点水。花盆的花拿下来吗？拿下来。然后站上去看看吗？站。40，没反应。提手机旁边有些按钮，按钮什么意思呢？加湿。等一下，45。啊，他加加减减没有告诉我，我现在加多少？加加减这样变多少？等于零。好，我在45吗？2 3 4 5 6 7 8 9 10，好，现在已经40公斤。这就5了吧？搞不懂。
哎，什么毛病吗？不懂哎，现在我突然搞不懂这东西了。他说很简单呢，怎么突然变那么难？弄错什么了吗？拿你口雷，拿你口雷，45，按钮呢？你的按钮呢？怎么没有按钮呢？给我按钮啊！进入不知所措的状态，巧克力都没了。我搞不懂那个加加减减是要我做什么事情。解开了吗？没解开。先出来哦。跟骨头先生问个好。对话。我不会忘记你的，呵呵，不会忘记小姐您的。隔壁家伙回来了。冰箱，医疗用品，医疗用品，纸杯中的饮料。怎么办呢？好像其他楼层有什么需要拿的吗？玻璃瓶可以装液体，涂了蜡。不好意思。下川大次郎。装液体可以做什么？装。不是，卡罗，怎么办呢？纸杯装的饮料，没有东西。接管，接管。不是啊，那个看不懂啊，我完全搞不懂怎么回事啊。咬人的老鼠，使用笛子。我好找个会喷火的地方才能烤那玩意儿。没有突然想到不是没有地方会生火还是去找奇美拉，奇美拉吐火，噗一下就烧起来。二楼。吃。限制太多行动。现在能想到就是去那个。现在想到就走去那边要解开那体重计的谜团了。看不懂啊，体重计，看不懂体重计啊，体重计要怎么做？到底要怎么做？体重计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有点恶心。45，然后体重计站上去之后就只有一个。不是，我不知道现在数字多少，他那我这样子，这样我不知道到底现在数字多少，我要怎么去写这个东西？这到底什么？根本看不懂啊！好
好吧，我们只好在这样状况下先暂时结束今天的实况，又更搞不懂这魔奴，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样子。啊！当我还在觉得说这游戏很亲切的时候，他就出来给我这一刀这样子。你搞不懂是我的问题，还是游戏的问题，还是 bug？ 嗯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实况到这边结束，我们再又爬树，爬树。我们在这个树上跟大家说拜拜啊，下集再见。好，那我们应该休息。好，我们应该休息时间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